日本研发了一款可折叠的充气电动车，只需要71秒就能充满气，使用非常方便。据悉，它除了电机和轮胎之外都是可以充气的，在准备骑行之前，只需要从背包里将它取出，像打气球一样充上气就可以使用了。由于车身是充气的状态，所以可以承受颠簸，减震的效果也很不错。车子可以承受120斤以内的重量，也就是说瘦一点的男生和大部分的女生以及少儿群体都可以轻松驾驭。骑行结束后可以将气体放掉，像收衣服一样将车子折叠然后放进背包里，背包还可以放下充气装置和其他的物品，重量也只有 5.5 公斤。最重要的是，随身携带后解决了车子的安全问题，再也不用担心车子被盗了。不过过分强调便携性，导致充气电动车的续航严重不足，目前它仍处于改良阶段，研发团队将在便携性和续航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